就是说，他来担任是四张啊，这是国小毕业照，这是
大正八年的佛教毕业照，我家捐赠的啊。好，下一张，这个放大，也还是可以啊。下一张，阿姨，伊个同学来电吼，伊个同学朋友来电，是他会做伊迄个医生啊，伊迄个胃病，迄个我是胃病也快，他都看。哦，伊大学是读台北高中啦，哦，台北高中等于现在台北师大，哦，啊，伊个同学来电有一个戴延辉，我们叫戴延辉。戴安辉，中华民国第1977年第一个迄落台湾捷克文青捷克迄落斯瓦院长，啊，伊囝迄个戴东雄啊，做台大医学院长，医院长，医院长，还有一个大法官，就戴东雄啊，就戴东雄面哦，就，啊，就说。他对地方上的一些事啊，因为时间上，我想要同意他，这些同学我相信对他很有帮助，对他也要把传引领了啊，林立健议长，现在台湾省议会了，快，啊，最主要讲，伊事实是发觉政府应该两个撮人的钱就对了，一个叫白公馆，啊，一个叫台小白公馆。啊，就说雷公馆是站在比较反对的立场，他可能会常常会跟政府有一些摩擦。那这些摩擦怎么解决呢？私底下，我相信都是由那个公民避险金啊，私底下去化解危险金啊。他们那个在中央啊帮我们那个出风，啊，我们里面的借由资金啊，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。啊，听讲伊到来，我咧问伊到伊嘛，呾讲吼，首先伊公务了，伊有咧公务了，伊有咧参加环境管理，啊，谁人无参加？伊个人吼是较温柔，他伊有迄个找了有给危险金盘算，啊，我给危险金都变讲，听说是危险。啊，另外，无结婚事情嘛，不是完全走了啦。伊是良心，大概无特别嘛。听说他也是我们这边管仲的，然后在我的欢迎到那个啊。啊，这个陆时代呢，这党有日本党有他对媒体的影响哦，那个是发封建明信片，但这个就慢慢无咧使用个啊。但是哦，不行哦，有咧外国人来吼，拢要甲我报，要甲我报迄个封建迷信片。啊，实际咧，咱个封建迷信，伫都市的迄个观光饭店，发觉迄个封建迷信有时候会找得到。啊，陆时代咧，这一张在报，迄个时代哦，日本人拖来是发觉的建筑物是也是蛮短的啊，这个大概是。1930年到1940年中间呢，然后我刚转的啊，转给通关啊，这个慢慢才有了啊。那大小刚做，还是来给一笔所谓的1991年啊。啊，他们的亲戚啊，包括那个奶公爷，就说那时候包括北港水塔，很多都在那个时候。盖起来的，我们知道没有比人家早，盖起来的话没关系，那起码在宜兰上班啊，其实结果宜兰跟花莲的，那不是迁站，你从历史可以去看这种的。入住时代我们也是跑来跑去啊，跑来跑去啊，但是咧做代志哦，盖起来哦，没敢说比人家办。啊，这个原因你们自己分析啊，我就不讲了。好，接着。